走，就是往这，先拉上，这是让他就这样，就这行，就放轻点。哎，那个钥匙房是有锁，钥匙进了，咱家贵了。要你，你多少钱嘛？不买那也没事吧？要。嗯，兄弟，你问油漆为啥少？不行不行，油漆高贵吧？这不是冬天咋的喂？你喂吗？我想喂呢。那一个我一个，把这山羊，哎呦这个山羊我想不抱了，这是啊，这肉一点都没有。你们年都是，我们今年才六两多钟。六两？我们才六两多钟。他那个咋不是不多啊？他那个，有一稻子，两稻子，三稻子都没几个。年都是，今年山羊都是这么少。都是就是我那个以前那个什么，我那个种种山羊都是我整个，我那几个也是，嗯、我们以前那个三级种在那打的。嗯都那小时时候的话，母瓜都留下。现在我这四十五十来个羊，年年到时候吧，就一斤啊、七八两。一个。啊，今天我到时候到时候多少？就一斤二两。嗯，今天普遍的。就一斤二两。我们这。你这个字写这么精准，几月几号的去？啊。